从今往后，白玉镜将不复存在。不复存在，是我小瞧你了，齐千帆。这就是我白玉京的气运了，你不是想要吗？那就来拿吧！这暴涨的灵力，杀死五儿，毁我宗门，齐千帆，拿命来！这灵力强度已经不是归藏境。我不会让你喘气的。可恶，这突然暴涨的力量必须拉开距离，不能和他硬碰硬。燃灵术，横扫千军。齐千帆，你就这点程度吗？不能再耗下去，必须速战速决。那就让你见识一下师父教我的风清玉雷符。天雷！齐千帆，我会在地狱等你。那你就去地狱慢慢排队吧。好了，接下来只要回收气运。欧呀欧呀，你就是新一代人皇吗？这气息，你不是沈寒？沈寒？你说的是这个躯壳？我还要谢谢你的雷击灭了他的神魂，否则要完全夺舍这副躯壳还需要花点时间。你到底是谁？看在你帮了我的份上，就大发慈悲告诉你吧。吾乃幽夜山气运修炼千年所化。你是气运？没错，幽夜山气运就是本尊，吾名千山幽夜。那个，我是来拿走这白玉京的气运的，如果你就是气运本身的话，总感觉有点难办呀。这愣头青好像没搞清楚状况，哼，杀他简直易如反掌。难办，那就别办了。去！啊！你怎么突然攻击啊？哼，不错嘛，再来。可恶，他好像脑子坏了，看不出这气运男孩是什么境界。但只要是气运，说不定临破境就想来夺取我。不自量力，不知道你身上其他气运尝起来味道如何，我很期待。哼，想得美。哦，原来人皇喜欢玩投掷武器呀。可恶，没能击穿他的护盾。刚好我也喜欢杀人于千里。试试这个，小丫头。再躲也是没用的，你不过被我玩弄于股掌而已。可恶，根本进不了身，无法做出有效反击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倒是挺能跑的。疼啊！糟了，劝你不要挣扎了，越是挣扎便越是痛苦。好了，接下来就让我好好品尝你身上的气运吧。哈哈哈哈哈哈。